这是一条覆盖白雪的连绵冷脉，我们多次从台十四甲公路上遥遥相望，只是远观就已经感受到它折人心魄的气势。再从文献、山友和向导口中听闻那里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断崖天险，远望它的时候更增添几分敬畏之情。我们的中央山脉大纵走被雨水困在山屋五天四夜，经过长长的心理建设、行前酝酿，风雪将至之际，终于得面对这段仰望已久的冷脉。卡罗罗断崖棱极一线，两边是直下千里的绝壁，没有林木支撑，也没有山壁屏障，就连经验丰富的向导也会在起风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匍匐跪倒，免得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中央山脉大纵走以来，我们累积了不少爬断崖的经验，但是没有一个断崖像卡罗罗这样险而且长，中途连个让人歇个腿喘口气的平台都没有。所幸挂在断崖上的时候雨雪都还没下，更棒的是迷雾阻隔了视线，我们看到的是脚下虚无缥缈，而不是深不见底的裸岩崖壁。凭着一股眼不见为净的无知悍勇，队员彼此提醒扶持，我们毕竟还是赶在雨雪降下之前越过让登山者命悬一线的恐怖棱极，克服卡罗楼天险，接上能高就道。那是离苦得乐，登山者最痛快的修行之道。很冷啊，终于要离开了。起床了，今天要早点起床。今天算是最早起床的一天了，现在是四点半起床。因为今天的路程很长，所以大家要早起，可能天还没亮，甚至刚亮的话就要出发了。因为我们要透过险峻的地形，然后路线又比较长，本来预计是到卡东营地哦，不过好天气的话，我们可能要再往南推啊，推到天池山庄，所以路程是非常非常的遥远。那我们就收拾行囊离开，住了四天的祁连山，四个晚上。好，天气好，可是相对的气温很低啊，现在又都在零度了，外面都结霜。对啊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加油啊！是。结冰了，你走，走，哦，非常的冷，里面都结冰了。嗯，哎呀，这这结冰。嗯，现在可以往飞跑了。哎，不管，那个不结冰，那个很硬。哎，你讲。哎呀，好，硬啊。来，先喝热水。好，喝完热水就可以收了。哎，怎么现实？太硬了啊！哎，什么小一号？哎，结冰了，你喝水。结冰了，哇，结冰了。你不要冰块，这边有啊。来，冰块哈。嗯，里面黑糖。有，里面有黑糖。哎呀，好。来，热水好喽。来。今天和待在祁连山屋的前面四天都一样，一行人起身后收拾营帐，打包行李。前面几天因为天气不好取消行程，又重搭营帐，拿出行李做了几次白工，大家都很麻痹，收拾行李很不带劲。今天的气氛就很不一样，虽然天气很冷，
但大家嬉嬉闹闹的心情很好。经过前一天云霞满天的黄昏，大家都有信心今天可以启程上路。唯一值得担心的是，昨晚入夜后气温急速下降，一早起来草丛下低洼处结了细细碎碎的冰。昨天收到气象专家传来讯息，山区低温多湿，很可能降雪。对于即将会踏上断崖险路的我们，实在不是好消息。无论如何，今天收拾行李总算没有做白工。终于没有下雨了，不过我们看到东方哦，太阳应该差不多出来了，不过云层稍微厚一点，所以还没看到日出哦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天寒地冻的哦，刚看了温度计，在山屋里面是零度，而在户外的话应该是零下一度至两度。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一些水啊、鞋子都结冰的那泥土啊，因为之前有水分哦，现在都硬硬的，所以早上起来的话走斜坡就要注意会有点滑。那现在大家把装备大概都整理好了，天也差不多亮了哦，我们待会就要出发，走在这个奇莱的大草原上，慢慢向奇莱主山推进，然后过卡罗罗断崖上路啦。忍耐四天啊、现在充满战斗力前进啦、充满战斗力啊，四天没有背这个重装了哦，因为大家要背沉重的装备，继续向中央山脉往南挺进。大家小心走哦。我们现在就走在中央山脉的主脊上面了。那我们现在走的是奇莱连峰哦，之前已经攀登过奇莱连峰最高最险峻的奇莱北峰哦，海拔3607公尺。从奇莱北峰再往南，待会我们会经过的第一座百岳就是奇莱主山哦。那奇莱主山的海拔有3560公尺。过了奇莱主山以后，就到了今天最惊险刺激的路线——卡罗罗断崖啊！所以待会经过奇莱主山登山口的话，可能我们也是要考虑一下时间了。时间允许，我们就上去；如果估计天气不好，会变坏，时间不够了，可能我们就要放弃奇莱主山。今天一定要在天黑之前通过卡罗罗断崖。那过了奇莱主山以后呢，就进入断崖地形，再往南就会有海拔高度3385公尺的卡罗罗山，也是非常的高哦。继续往南，过了断崖到尾声的时候，还会过一座奇莱里山，海拔3333公尺。那一路再往南，会经过奇莱主山南峰的登山口，那奇莱南峰海拔是3358公尺。再继续就是到了南华山，海拔3184公尺。那其实在奇莱南峰旁边还有一座深爵山，海拔3311公尺。这些山峰都是奇莱山区非常有名的山峰。那奇莱连峰呢，它有好几座都是超过3000公尺，只不过没有列入百岳。那之前有些山峰 MIT 台湾志都有拍摄记录过。那我们即将走的卡罗罗断崖是我们还没有涉足的一段未知的领域哦，充满的神秘与挑战性。今天早上的天气比前几天都算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这短暂的时间赶快通过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奇莱山窝苦等了5天4夜。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提起冲劲，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一啊！我相信每个人现在的心情都是战战兢兢的，万一雪来了，我们有可能就卡在人线上，进也不得，退也不是。运气还不错哦，开始喽，开始喽！好，进入北三段这么多天，要不是窝在山屋，就是放眼云雾弥漫。今天好不容易等到视野稍微打开，憋了好一阵子的麦哥忍不住又为群山点点名。后来证明麦哥把握当下的做法是正确的，山上的天气捉摸不定，就算当下阳光灿烂，一个小时后说不定就是大雨滂沱，当下云雾浓密，也许几分钟后就视野大开。只是大家都闷久了，有一点利多迹象，就盼着大行情，云稍稍稀薄一些，就铁口直断，此后必定万里无云。尤其连合欢北峰下的小风口停车场建筑物都能远眺，大家就更有乐观的理由了。太阳出来喽，而许的阳光终于出现了，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呢，正需要这温暖的阳光啊，让大家增温一下，温暖一下。
那我们现在刚好走在台湾的脊梁上哦，右边是浊水溪的流域，左边是木瓜溪，可以看到东方木瓜溪的云海在这边涌动，视野很好，这样对我们的行程是有帮助的。它在合欢群峰哦，阳光洒在上面，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最高的公路哦，台四甲从昆阳一直延伸到五里那个地方，那清境农场下面的溪谷就是浊水溪。那阮姐他们居住的老家呢，就是隔着浊水溪的清境农场，就在我们奇来山的对面。常听阮姐说，奇来山是他们的对门山啊，包含奇来、门高，因为就是隔着浊水溪相望的，那这一带的山名就叫对门山。不管在奇来山，还是以前我们去爬门高月岭古道的时候，在清境农场的后面呢，会有一个气势雄浑、挺拔高耸的一座大山。这座山就是守城大山，会用大来形容，表示这座山它虽然海拔2420公尺，不到3000公尺，不过它是有大山的气势哦。尤其它坐落在清境农场的后方，就好像清境农场的龙椅的椅背一样哦。难怪清境农场现在这么红，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守城大山在它的后面当做靠山。那这座大山并不是在中央山脉上，它位于南投的仁爱乡跟埔里镇交接的雪山山脉上，它可以说是中部四大名山，是非常有名的中级山，尤其它是一等三角点，跟我们之前攀登奇来北峰是一样的。我们中央山脉从南湖大山过来的另外一座一等三角点是奇来北峰，已经相距这么遥远，那守城大山它是一等三角点，可见这座山峰特殊的地方哦。有，嗯，主峰不见了嘞。打个电话吧，跟他讲一下。他们现在是哦，出来啊。哦，有证照吗？打那个证照吗？没有。暖姐，你想家啦？看到清境农场了。嗯，看到自己的故乡了嘛？哦，从奇来山看自己的故乡。跟上次在奇来北峰一样，打电话回家不通哎，还有再试试看好了。风蛮大的，它飘来飘去的很不稳定。不过软妹的简讯有进来哦。好，进来了。嗯，软妹说我们这两天到底是怎么过的？我说防水袋简直湿的，就像从水里面捞起来的。那袋子跟机器哦，好像都快长菇了。那他现在也不敢看，先除湿，机器已经送工程部修理了。那个都没办法看，上袋子可能也不安全。好吧，大概要等整个除湿干燥了之后才能够看袋子。蛮可惜的，电话不通，是阮妈不在，还是说讯号不稳定啊？所以没有打通这通电话。我想阮姐应该蛮失望的，因为虽然在对门山，可是没有听到阮妈妈的话，应该是会蛮失落的。后面有讯号，可以再赶快跟家里报个平安。好了，大家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们的向导多数是从南投信义乡来的布农族人，他们难得离家这么近，也都和阮姐一样拿起手机拨电话回家报平安。奇怪的是，住仁爱乡清境农场的阮姐离得更近，眼睛都看得到的地方竟然没打通。上山这几天大纵走的进度很少，大家却把各家电信公司在山区不同位置的讯号强弱弄得一清二楚，应该可以写一份调查报告交给电信公司做改善参考。但是我们很怀疑谁会在乎这份报告，除非电信公司老板哪天想开了要来中央山脉大纵走。一路走来只觉气温越来越低，所幸天光渐亮，偶尔会出现让人眼睛一亮的景观。眼前这幅景象呢，正是我们中央山脉大纵走的最佳写照啊！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央山脉奇来主山这样恢宏壮阔的气势哦。那我们纵走队员呢，就这样一列重装奋力的向前，这种场景看起来真的蛮感动的。看到这样的景象，可以体会到台湾真的是山高谷深哦，尤其是台湾的山岳真的是非常的壮阔，非常的美丽哦。我们现在很清楚可以看到中央山脉的隆脊哦。这样子一路往南，这样延伸过去，从奇来主山呢，再往后面也像锯齿一样，那就是非常有名的卡罗罗断崖，就是那个地方。那卡罗罗断崖也是我们今天
最大的一个考验，也是奇来临风里面最精彩最刺激的一道天线哦。今天的风势还是非常的强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云雾哦，从西边这样冲过来，越过整个中央山脉下到东边去。那像我们在迎风面的时候走起来，人都会摇摇晃晃的，对，风很大，对我们走在断崖上面是比较有危险性，所以所有的人都要非常的非常的小心哦。在通过危险断崖之前，其实我们现在走了这一片草坡，到了夏天，这片绿色大草原上会开满着缤纷的高山花卉。走在这个路径上哦，可以看到很多玉山山萝卜、玉山佛甲草这些高山花卉。不过远方黑压压的黑云哦，涌向奇来山区，在这里盘桓聚集，未知的路有一点忐忑不安呐。几分钟前大家还信心满满，觉得一定可以无风无雨过卡罗罗断崖，没想到天色尚早，身上突然风起云涌起来，大家那种乐观的心情瞬间打了个大折扣。考量天气变数，决定不上奇来主峰，卡罗罗断崖前后的卡东卡西影地也都不住了，希望能直奔能高越岭古道上的天池山庄。这是一段漫长而且天险当前的道路，很有的拼了。中部四大名山是指中部地区四座展望良好、景观独特、具有攀登乐趣的中级山。首城大山之外，分别是位于日月潭的水社大山，海拔2059公尺；位于西头的凤凰山，海拔1698公尺。以及位于吉吉的吉吉大山，海拔1392公尺。小心，卡罗楼断崖到喽！大家要小心哦，集中精神，步步为营啊！带来的地形非常险峻，不好走哦。哎，教官，你都会吓人呢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蓝哥放在这儿。我有这蓝哥。哎呦，这个。小心哦，蓝教官。提高警觉啊，要非常非常小心的走，踏稳了再迈向下一步哦。因为这个断崖跟其他断崖不一样的地方，它是两面都是断崖，我们是走在非常窄、非常瘦的人脊上哦。有的断崖一边还有山壁，还有一点倚靠的感觉。卡罗楼它是两边都是断崖，一边下去是浊水溪，另外一边就是木瓜溪了。而且这个断崖不只是两边都是峭壁。它的距离是非常的长的，有些断崖虽然危险，可是比较短。那卡罗罗至少要4个小时以上，要非常非常的小心，全神贯注哦。走到这里，不禁就会想起登山前辈四大天王之一的林文安先生，他当时走过这一段断崖的心情哦。他形容通过这个卡罗罗断崖哦，一不小心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啊。不管是过去登山前辈走过这一段路，或者是现在我们即将要走这一段断崖的惊险程度都是一样的。尤其这些年来经过天灾地变，陆陆续续的地震、风灾等等，我相信这边的地质是越来越破碎的，那有些地方路段甚至都崩掉了，产生很多新的断崖峭壁，路线不断在更改，所以它惊险度是不断在增加的。卡罗罗断崖北面有奇来主峰，南面是奇来南峰、南华山，都是很受欢迎的百岳名山。但是阿青这些向导带队，为了安全，宁愿绕路也不走这里。卡罗罗之险不是经验丰富就可以克服，天候因素更重要。风大，走在钢索一样的棱脊上，随时可能被吹落深谷；雨雪湿滑，更容易失足坠落。
一路走来，我们累积了不少过断崖的经验，很少像卡罗楼这么长，中间连个喘息的平台都没有，勉强有几株玉山圆柏或者玉山杜鹃可以手拉着借一下力，但是往往上半身稳了，下半身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。说起来云雾帮了大忙，看不到一泻千里的深谷，才能闷着头傻走，走过一段又一段眼不见为净的山路。现在正通过非常危险的卡罗罗断崖哦，那我们从主峰登山口过来以后，几个山峰这样过去，那在这边呢就开始有比较垂直型的这种断崖哦，需要拉绳子。那像这个地方，它的岩质也是非常的破碎哦，因为它是一片一片的都会滑落，下去的时候一个一个下去，尤其重装要很小心。行啊，这边一个一个，哎，好。石头很破碎，在此山中啊，云深不知处。主任姐小心哦，这段要小心。小心啊，脚卡住了，再往下一点。好，南交关，小心哦。啊，好，小心。小安姐特别交代啊，你要小心。大家小心啊，脚步要踩稳哦，不要急。那有绳的地方也要抓稳。那有些石头呢都是松动的，所以我们要先试探一下，看这个石头稳不稳。那一步一步的往下走。那绳索一定要试拉一下，因为有些绳索比较老旧了，比较小心一点，借力通过。走这卡罗罗断崖，想到通过死亡人线那时候的心情，鬼门关山断崖那段也是压力很大。走在这个断崖上，大家都战战兢兢的，那每个人都互相提醒了，不只是我在叮咛大家，包含摄影师阿姨拍摄的时候，不免的要提醒要小心啊，尤其他在跟南教官讲，因为之前我们在鬼门关断崖，南教官不小心跌了一跤，差点冲到断崖那个画面了，我们在现场的感觉是吓了一跳，可是还没有那么恐怖的感觉，可是我们回去看待，听后制人员讲，那一段是非常的危险的，南教官踉跄了一下，差点就冲到断崖下面。所以这每个人心情上都是非常的紧张的，包含摄影师，包含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这个样子，还有所有的向导也都非常紧张，虽然身经百战的走在这个断崖上面，大家心情还是非常的忐忑，非常的不安的。走在这样危险的地方，大家很自然地彼此提醒，被提醒的人不是经验不足技巧不佳，出言提醒的人也不见得更高明，但是透过不断的叮咛低语，说者和听者都更加小心之外，
这些像风吹林梢、流水漱石一样嘈嘈切切的声音，让每一位身处危险的人都知道，他并非孤独无助，一个人面对沉默无情的洪荒险境。队友的声音其实是镇定安神、鼓舞士气的一剂良方。每越过一道天险，大家就越觉得队友可敬可爱，不可或缺。大家都平安通过这一段比较危险的一个地形哦，干嘛？嘿，这一段呢，跟以前你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差别？之前我走哈，刚刚我们下切这个断崖哈，还比较好走，那这次来看哦，好像是不熟悉这段路了，因为已经变了，哦，有变了，对，变很多。那时候走下来的时候。蛮顺的，不像刚刚那个有垂直下降的那个绳索哈，还要攀下来，那个时候路基都明显很好走下来。哦，对，所以表示它这边崩塌的越来越厉害，因为现在雾哦非常的浓，远远的就看不到人了。那像到这边是可以小小休息一下嘛？这边，对，我们后面这边就有一个营地，卡西营地，可以搭五顶到六顶，还真的蛮平的哈。走这个断崖啊，如果说时间太晚了。紧急可以在这边扎营。对对对，虽然这营地不是很大，可是还蛮平坦的。这是卡西嘛，我们在过去还有一个卡东营地嘛，对，本来是我们预计之前要过去住的地方。嗯，那这边离这边还多远？这边啊，我们可能会走到下午了。哇，现在是10:30多。对对对，那到那边应该也差不多5点了。啊，会那么久啊？用我们这样的速度，哇！那我们大家要加油，小心通过这个卡罗罗段哎。危险的路哈，我们每个人不要太大意。对对对，前面还有一个蛮垂直的峭壁哈。有，好，往卡通走。好。民国60-70年代，这一路盖了不少木屋。我们今天的路程中就有卡西、卡东、里山木屋、天池小屋。现在木屋都已经倾颓朽坏。木屋原址成了可以扎营的营地，但今天我们哪儿也不扎营。向导告诉我们，云雾的水汽越来越浓，就快下雪了。我们不敢多停，希望一鼓作气直奔天池山庄，才有安全舒适的好日子过。玉山山萝卜是椴絮科山萝卜属台湾固有植物，多年生草本。分布在海拔2500到3900公尺的向阳岩地上，由于常年受风，土壤贫瘠，水分不足，根系遂深入土壤，形成状似萝卜的根部。每年7月到9月是开花期，形成点缀高海拔岩地的主要植物。除了地形危险之外哦，走起来也蛮耗费体力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山峰一个山峰这样子过，有点像我们之前爬那个锯齿连峰一样。当然这边的山峰数比锯齿连峰更多，那它就是上下上下，有时候腰绕，因为地形都还蛮陡峭的，所以要很小心哦。好，哦，这个有点湿滑，对，不好走。哎呀，有没有水势要更重啊？哇！卡罗罗断崖，这个名字还真的不好念呢，不知道是从原住民的音搬过来，还是有什么典故。不过卡罗罗真的不好念，有时候会念成卡罗罗，有时候念反了，或卡罗罗不但是不好念，还不好走，非常的危险之外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路边断崖峭壁都已经结冰住，我们要注意看我们的踏足点，如果有结冰的千万不要踩到，因为踩上去就不小心就滑下去。而且现在很明显可以感受到整个气温一直在降低，所以天气是越来越差的。
手边的温度计已经指到零下了，寒风阵阵，又把体感温度往下调降了几度。还好大家背负重物不停移动，才没让血液解冻。路旁有些植物正努力抵挡寒风，李老师略有迟疑，看来有意讲解，但是大家视而不见，继续移动。天寒地冻，地势危险，大家的求知欲也被急速冷冻了。何况前方正是山友公认卡罗楼断崖最危险的峭壁，这时候正需要全心全意过断崖，植物就先摆一边吧。如果觉得不可以的，讲一下，那就保险。我们确保我们全部都像这样。这边这段都是横渡，因为今天是起雾啊，看不到下面。其实下面都是万丈深渊哦，是一切牵连到这个溪谷，是非常陡。那现在起雾的话，恐惧感小一点。那除了横渡之外，下面也有一段比较垂直的岩壁哦，大家要考虑要不要架绳子，因为后面向导是重装，重装比较难走。这边路下去蛮深的，所以我们要做确保。看吧，哎呦，这边是考虑要架绳是吧？还是要，因为哈，我们虽然起雾哈，这个山要很深的。对啊，非常深，看不到底啊。对对对，都滑落就下去了。对对对，辛苦一点，先架个绳子。它是这样，然后往那边的嘛。好了，稍微确保一下这一段好了。正确，对啊，就是这些。好，确保一下好了。阿庆，有，你这个一直拉，没有丢下去。阿庆，有，听说你雪季曾经来过这里的。对啊，那时候就全部都是雪。哦，那地很刺激哦。哎，那时候真的危险性比较大。为了安全，我们还是做确保好了哦。走，把你如果太紧的时候喊一下。好。好。三个人来确保，比较重量。小心哦。一步一步下，到底了，到底了，在那个腰上。山友公认最危险的一段，让悍马拿出绳索做确保。但是云雾之后，把那种惊险感稀释了不少。大家拉绳下山，脚下几乎没有视野，走起来比较放得开。但是绝险处的绝顶风景也被埋在厚厚的云下面。看不出个所以然，可惜了峭壁绝景遭到埋没。其实即使云雾遮挡，这里的危险性也不会减少。多亏向导经验丰富，队员互相帮助，才能让队伍顺利推进。尤其蓝教官一行可风，这么危险的山径竟然走了两趟，就为了帮新人扛脚架。还好他没有重演在北一段悬崖上差点失足的往事。至于李老师年轻时山林走闯，做学问很认真，这一趟卡罗楼断崖之行让他重新回味年轻岁月，对于自己的表现有一种打心底乐出来的感觉。今天风还是非常非常的大，增加我们要过这些断崖峭壁的困难啊，而且这吹得大家每个人都一直流鼻涕。不过现在卡罗罗断崖哦，最困难的一段哦，就是刚刚那一段通过了，那后面会稍微好走一点，不过还是要提高警觉，还是要小心，一直要走到过卡东营地会更安全。待会就是沿着人线往南推进。奇莱南峰海拔3358公尺，位于南投县仁爱乡，名列台湾百岳之一，又因为它的山体重阔宽广，被封为高山十重之一。而它平坦开阔的峰顶形成柔缓青绿的草原，使它在奇莱群峰中显得较为亲切可喜。峰顶有一颗二等三角点。
风很大，过来感觉像骑马用蹲的这样爬过来哦。哦，对了，这边很小心。小心啊，我们现在走在断崖上面哦，因为都没有遮蔽，所以这个风吹过来越过这个人挤的时候特别的强烈啊。刚在草原的风还没有那么大，可是我们一进入到断崖这个地区呢，风势就变强了，要步步小心，真的要踩稳，不要急哦。那有绳子的地方也要抓稳，那有些石头呢都是松动的，所以我们要先试探一下，看这个石头稳不稳啊。哦，风好大。因为这样风势真的很强，有时候会突然来一阵阵风哦，注意这个重心，因为这样风势很大，我们姿势要稍微压低，然后步伐稳一点，不要急，那慢一点，慢慢通过。现在除了风势很强之外，在这个雾中充满了水汽哦，所以我们这样整个风吹过来以后呢，这个身上的雨衣还是都湿掉了，那帮我们的眼镜啊，有戴眼镜的全部都是水汽，视线都不清楚哦，所以现在天气是越来越差了，而且我们更很明显感受到整个温度一直在降低哦，所以整个冷气团已经大军压境。刚刚走过的这段受冷，竟然不是山友口中卡罗楼断崖中最惊险的一段，大概是通过最惊险那段的时候，云雾正浓，大家被云雾蒙蔽，这段路的危险却明显可见。走过这段，大家就知道阿青为什么不带山友走卡罗楼断崖。向导的背包又重又大，走在兽棱上，背包宽度超过道路，重心一个不稳就会掉入万丈深渊。不过一旦真正走过，会有种腾云驾雾、凌驾一切之感，这是登山者无法随身携带的战功标炳的徽章。只要开口说出我走过卡罗楼断崖，闻者莫不肃然起敬。但是才要离开断崖，见到高大的冷杉林，竟然不太会走，幸好虽然失足，却未千古遗恨。喂，差不多了，我们下这段路啊，都是碎石坡，那碎石坡的面积非常大，那路基就不明显，不过我们可以注意看，就是有前人走过会用叠石啊作为记号，所以有时候你可以依循的那个路啊，看到那个叠石，那那个路大概从那个方向。那我们现在前面就是一片台湾冷杉林哦，我想卡通一定应该就是在森林进去，应该就会到了。好，加油！哇，走完碎石坡进森林哦，这一片台湾冷杉林哦，哇，这水分很多啊。该洗澡了。这一带是卡东营地旧址，营地痕迹几乎已经完全消失，看来已经很久没有人在这里住宿了。我们也无意在此扎营，走进林内，原本以为又要被箭竹林洗澡了，没想到路又宽又平，两旁箭竹只是轻轻掠过。在人迹不至的山区有这么宽敞的路，大家心里有数，这正是李老师发挥实力带我们出入古今的时候了。哇，后面这段走起来轻松多了。老师，嗨，我们从那个冷杉林啊，就是卡东营地开始，好像发现这路啊特别的宽，特别的平哦。对啊，你看那个差不多有1.2米到1.5米的宽度。而且行进的时候路都非常的平坦，缓缓上升，缓缓上升，很少有落差50公分的、路上也没有什么大石头横在路上。对啊，这路这样感觉这样平平的拉上来，这样缓缓上升，缓缓上升、这就是能高越，旧的能高越，旧的。那我们之前走那个从庐山啊，经过天池啊，还有经过那个能高安部，就是光披发表的地方，下去到同门，跟这一条是不太一样的。哎，那一条是新的能高越、这一条是旧的能高越。旧的。哎，那日本人在1914年攻打太鲁阁之后，其实他当时兵分两路了，他也有攻打这个能高这边。然后那个合欢、能高这两边都有。
那后来呢，反而是合欢那条，它因为海拔太高了，然后周围也没有什么原住民的部落，所以那条反而断掉了。那要到后来的合欢月才把它接起来。那反而是这一条，在1917年的时候开凿，从雾社庐山，然后到达天池，那也就是能高树在手，往北走，往北走到达奇来里山，然后向下就是再往东走，就拉到木瓜溪的沿岸。好，那经过的住在所有连带山、深中、朝日，然后下去接到奇来住在所。可是后来这一段，它因为海拔太高了，冬天会积雪。在1925年的时候，再做一条南线，就从光背八表那边，然后下去到快点。快点就是东能高住在所，然后一样下去接到奇来板边，然后同门出去。这边海拔就3300多公尺了，那如果再上去的话更高，所以冬天都会积雪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中央山脉大众走收获很大，这是我们遇到了第二条的越岭道嘛，第一条是合欢越岭古道，对，第二条是旧的能高越岭道这样子。明天还会遇到新的能高哦，就要遇到第三条。对对对 对, 對，所以这纵走也是可以遇到很多这种历史的道路，很多历史的故事。难怪老师今天精神特别好啊，看到古道 一走到古道力气就有了哦，因为很好走哦，绝对不会有那种半米一米的高差哦，不会像卡罗罗断崖那样子上上下下走得半死这样子。踏上古道，老师神情愉快，话也多了起来。看来奇来山屋累积了5天的郁气，塔罗楼断崖又被堵着，到这里才吐个痛快。最近几年，李老师接了几个不用爬山的案子，力图转型，但他还是觉得上山自在。多陪我们出来走走吧，吃喝玩乐不合您的格调啊。南华山海拔3184公尺，位于南投县仁爱乡和花莲县秀林乡交界处，位于中央山脉主脊天池和能高雾口之间，名列台湾百岳之一。著名的能高越岭古道通过它的西腹和东路。由于南华山很容易亲近，很多山友会经由能高古道攀登南华山。小心哦！站起来了！不行！不能站起来！好，可以了吗？还没！可以，好，可以了！要小心，慢慢起来！这个姿势还蛮好玩的，放吧。小心啊，爬过来哦。大家加油！摸黑了，不过我们是走在这个滩庄大道上面啊。可是，真的古道越行，走在旧能高古道上。对啊，这个路还是真的蛮宽的哈，高速公路，蛮平的。除了前面偶尔就是说被雨水有一些冲刷，基本上维持的路况还是很好啊，相当好。这么多年了，它这个古道路况还是维持的相当好。所以即使天黑哈，你只要走这个路，依然可以平顺的就到达天池山庄。对啊。我们现在已经经过奇来南峰登山口了，那再来就会到天池，然后就下天池山庄，啊，就可以完成我们这趟奇来这一段的路程了啊，加油吧！好，快到了，再加把劲。为了及早赶赴安稳的住宿地点，我们已经在路上奔波了十几个小时。
幸好我们是倒吃甘蔗，困难的部分先走完了，大家脚步轻快，踏在平缓宽敞的古道上，一点都没有风霜疲累之色。其实大家也都敏锐地感觉到气温越来越低，湿度越来越高，我们的中央山脉大纵走终究得遇上降雪，今晚不成问题，接下来的能高安东军又是一场硬仗，我们真的得冒雪攀登吗？